晚上好，各位晚上好，各位亲。对呀，因为太晚了，现在只有你一个人。现在，你看你多值啊！现在只有我们两个人在说话，你看，就等于店员哇，你省钱了，对不对？就我们两个人在说话。这样的夜晚不害怕，你来啦，嗨，什么？我们来听一些音乐吧。我们听什么音乐呢？对了，我来跟大家说一下，就是不舒服先睡了。你哪里不舒服？你说你哪里不舒服？你说，明明不是不舒服。晚上好，你很久没来啦。因为今天晚上我有些事情想要和大家说，就是之前咸鸭蛋是端午节的特定礼物。昨天吃多胃疼，不是被我气的吗？那个晚上好，就是今天不是最后一首歌《闪耀的你》没有上吗？就有人来问我为什么没有上呢？是因为这样子，因为我之前《闪耀的你》就是学的是玉子前辈的位置，然后现在玉子前辈不是回来了嘛，所以我就没有位置，所以我就不跳了，所以今天《闪耀的你》就不跳了，明天也是。明白了哈。还有就是今天就能知道我一直想知道的结果了。我自己的位置以后会，我这首歌没有自己的位置啊，谁要的你是没有我的位置的。今天就能知道那个结果，但是已经有人告诉我了，就是告诉我不要抱太大的期望。我也明白，我还是不要抱太大的期望了，期望越大的话失望可能就会越大。今天是15个人，但是我也没有去啊，因为我不知道跳谁的位置，然后我就没有上。昨天老师反正就是我不知道，没有不知道跳谁的位置，然后就没有上。明天也是没有想要的你。其他歌是正常上的，这不是老师失职，这怎么会是老师的失职呢？因为我不知道学谁的位置嘛，这样子。然后其实我现在还不确定我到底是不是这个16号的站位，因为我现在麦号是谁不来我拿谁的，我并不是拿着16号的麦号，我不知道我到底现在到底有没有站位。我之前以为自己有，然后之前是玉子前辈不在嘛，然后拿的是5号麦，然后今天珊珊前辈不在，我拿的是1号麦，我始终都没有拿过16号麦。16号麦是有人在拿的，所以我不知道我到底是不是16号的站位，我到底有没有站位。正式成员，对，是一个过程的加油。可是这个东西嘛，其实也是我也不知道到底正不正常。我有位置啊，我是16嘛，但是我没有拿过16号麦，我从来都是谁不在我拿谁的。我现在都我真的不确定了，之前我还是确定，然后现在就不确定。你们知道吗？这段时间
有很多人问我，马上就要速报了，你紧张吗？然后我就说我不紧张啊，因为我知道我不可能。然后他们都以为，就是他们好多人谁都会问我，明天就要速报你紧张吗？后天就要速报了你紧张吗？然后我就想，我是不是可能这个口号喊得太早了，觉得自己是不是有一些有一些太，哎，怎么说呢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。预备生不是谁不在替谁的，他们有替的位置，有目标总归是好的。但是我现在我可能怀疑，是不是不应该喊这个呢？关键是他们好多人见到我都会问：马上速报了，你紧张吗？马上速报了，你紧张吗？又不是我一个人说要速报，就他们。就不知道为什么感觉像是有期望的样子，然后我就跟他们说不可能的，我已经放，就是我一直没有很那个吧，因为怎么说呢，因为我知道自己不太可能。有人也不是随口问我，他们问得很认真，他们还问我就是很多那个多少票能稳，你现在大概有多少，然后我说我也不知道，然后就是他们会很那个的。你现在送0.1票也没有用了，因为今天已经是17号，对吧？今天17点截止，好吧。哎，从来没有拿过16号麦，我竟然都不确定自己到底是不是16号的位。哎，什么呢？问问老师，我问了呀，老师说是，但是我看那个表上面写着16，不是我，麦是只有16个呀，所以我从来没有拿过16号麦，从来都是谁不在我拿谁。啊，不是，并不是这个样子的。有16号位对我来说也是遥不可及的，谁都会被问到。没有啊，好像只有我。我不知道到底是好的还是坏的，就是我也不知道，我的努力好像一直，其实我很不喜欢就是看到这种太多鼓励我的话，因为我觉得这些都只是你认为吧，其他人其实并不是这么认为的，就还是那个样子。深夜电台，其实我是想说一些很开心的事情的，比如说今天雪莉前辈生日嘛，哦，真的我全程就超级感动的，雪莉前辈这个生日公演，然后她那个衣服真的好漂亮，然后戴着一个皇冠就都很漂亮，然后最后她拉票那首歌真的好帅呀，当时我在楼下吃盐酥鸡，然后我就听到她唱这首歌，就哇超激动，我就跑到楼上去了。晚上好，谢谢你的花哦。
这是什么？哎呀，这是什么呀？什么？艾丽吗？艾丽不只喜欢我，她谁都喜欢。喜欢花呀，昨天说会哭 MC， 就是我是一个泪点很低的人，就是很容易感动，就是看到别人哭然后我也想哭，就是我是一个泪点很低的人，然后笑点挺高的，就泪点超低这样子。那个花的名字叫甜蜜微笑，很适合我是吗？谢谢，也很漂亮的，粉粉的花真的很好看，眼光不错，所以是很傻很可爱的女孩子，谢谢。我同意你说我可爱，但是我不同意你说我傻，这个是我不同意的啊。哒啦哒啦哒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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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傻什么？哎呀，我也，其实我下周可能想要的你就上了吧，因为这周他没告诉我学谁的位置，然后也没让我去学。那天晚上，哎呀，算了，不说了，反正就是。下周应该会上，然后明天想要的你还是不上的，因为我不知道学谁的位置，就可能就这两场，不是全场，就差这一首歌，从下周开始可能就是了。哎呀，我腿麻了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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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不是，这首歌是之前的歌，所以没有我的位置，你知道吗？闪耀的你呢？就是这首歌是之前的歌，就没有我的位置。然后那天晚上是我把位置给玉子前辈熟悉了一下之后，然后老师说，就是老师也不知道我跳谁的位置，然后就说那个到时候看看吧。然后我今天下场了之后，然后老师就说那个你不用上了，然后我说行，就是这个样子嘛，就是我根本就不知道学谁的位置嘛，然后就下周再上呗。虽然是正式成员，因为这个是之前的歌，这个之前都是有排好位置的，这个当中就是。其实想要的你这个当初也是就是看看谁不在，然后我去学的玉子前辈的位置，然后这样子的。现在人家回来了，当然我就不知道学谁的了呀。这首歌是之前的，明白了吗？就是我根本就是今天周几啊？是周六的公演嘛，周五晚上。就是把这个告就是弄了一下，然后他根本就我不知道学谁的位置，老师也没跟我说，当时就是说看哪有空让我插哪，是这样的，然后我说行，因为真的不知道学谁的，因为大家都在呀，然后那个今天下场之后，然后老师就说你不用上了，然后我说行，好，这样子的。
关键就现在老师就不知道差谁的位置，所以我没有办法学，而且是那天晚上就是临时这样子的，然后根本也不知道嘛，反正就两场而已啊，就不就谁要的你嘛，下周应该就知道是不在了，但是有人替他的位置，你明白了吗？就是有人替，就是有人替，所以我没有。所以我觉得大家，不用那个什么啦，就是这两场而已呀。因为本这个，我先给你们解释，请大家不要激动，我要安慰大家情绪。哎呀，我都没有什么，因为《想要的你》是之前的歌嘛，就是大家都已经就是排好了，就是前辈们都是排好的。然后呢，当时就是说，那玉子前辈不在，那我就去学他的位置好了。然后就这样子学，然后现在人家回来了，然后我又不知道学谁的位置，所以这两场呢就不会就不上了，没关系的，下周就可以上了，没关系的，没关系的。好了好了，饭头饭头，请你息怒，没关系，真的没关系。我是喜欢公演啦，但就是下周吧应该会知道，因为我真的不知道，老师都不知道我该学谁的，所以没关系的，就一首歌而已，下周就可以了，大家不要生气，放平心态，没有关系好不好，你看我都没有生气对不对，那人家回来了，那我跳啥对不对，就没关系的啊。谢谢大家的关心哦，没关系的，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。下周应该就可以了，没关系的哈，因为这首歌是之前的嘛，就是没有重新排，就没有重新排位，所以就我们呢就塞进去就好了，就因为这首歌是没有重新排位的，明白了哈，明白了，大家就请息怒，没有关系哦，没有人来，刚小鹏在洗澡，他关了一下门，然后就那个样子。你们也是希望我有稳定的位置，但是就是这首歌因为是之前的，他没有重新排，所以就没有我的嘛，因为这首歌是之前的啊。哎呀，速报还不一定呢。不，速报都凉了，还稳定位置呢，想什么呢？收到，点击收到。好玩，我不适合四七宝宝一起住，是因为小布丁不在，所以呢，小鹏就过来跟我住两天，不然我一个人太孤独了。小鹏边比我哭的还凶，就哎，小鹏嘛，他比较有他有特殊情感，所以就哭的比较凶。小鹏他有特殊的情感，太可爱了。
哇！你看我多好呀，我还安慰你们，让你们不要生气。因为这件事情也是有我的原因，因为我忘记跟你们说了，突然嗤笑起来。对呀，就是小布丁，小布丁，小布丁。对的，差不多。突然嗤笑嘛，因为我看到好看的照片，然后就突然嗤笑。最近也没有解放自我吧，就可能上周那个样子。对，我刚刚在发微信，把你瞬间笑醒了。什么笑醒？我是看图片，在看照片，然后就那个什么。他为什么回复两遍收到？好好搞笑，好玩的说说说，让你也笑笑。对，我是在傻笑。哎，沈阳的你学是谁的位置？你不知道。对，他们都不知道学谁的，所以我也不知道我学谁的。然后我的粉丝就很生气，说我这就没上。刚开始不是站我旁边吗？然后跳着跳着，我还没反应过来，我说怎么人不见了？然后我看到了，哦，他俩不上。对，我们两个不上，我们两个，人够了，我我们想两说个就不不上行，了，还没有，很搞笑。那你去睡吧。有人说我说的台湾腔吗？没有啊。没有，没人敢这么说，怕我打你。哎，有人给我发私信了，我看看。太可爱了，天呐！对，因为老师也不知道嘛，所以就我觉得大家没有关系，大家千万不要。就是情绪波动去做一些很，就因为我挺怂的，因为毕竟我只是个垃圾而已，就是每天在这里抠脚，然后就很我还挺怂的，就希望大家不要做一些 让我很难面对的事情。1点多了，我还不困，然后明天你一大早就得起，我可以不用起。什么？很什么？为什么不许我这么说？就是对，然后就是我真的挺怂的，然后你看我又是不怎么样的，然后就请大家不要生气，然后情绪不要波动，然后就这样子啦，我已经解释清楚了嘛，对不对？什么？别这样说，别这样说什么？我还没有任何底气可以做一些什么的人，我真的没有一点底气可以做一些，可以去维护自己的事情。等我有了底气再说吧，好不好？我现在是有自己的位置啊，16嘛，虽然从来没有拿过16号麦，哎呀，哎，你拿的是几号麦？那谁拿的16？高人拿16，那14呢？13呢？他拿16，那我是几？我到现在都没拿过16，我一直都随便拿的。就是谁不在乎拿谁的，他拿16，你拿15，那好吧，我也不知道，我也很不知所措，反正我只是个垃圾而已。
没有拿过16号麦呀，我一直都谁不在拿谁的。什么是我不知道？不是不知道，他每周上面都会贴着，然后我自己去看我这周拿几号麦。就是我都要去看哪几号麦，我不是固定拿麦号的，我怎么可能侮辱粉丝？我只是说出了我的实际情况而已，没有啦，你们在想什么？你在看啥呢？我还以为你今天在看生日公演的录播，我一定要看生日公演的录播，我觉得好棒啊，就特别好。我也想哭。你看了视频怎么还想哭？一对剪辑的视频吗？又没有你，你哭啥？有你吗？有是吗？因为我没怎么看，我一直在专心看他的美颜。就我们爱的回忆。全部人都有，好有心呀、啊，好感动啊！当当当当当，当当当当当，当当当当当。好，就是请大家真的不要再说这种事情了。我真的没事儿，我真的没事儿，我只是来安慰大家。因为今天我真的一下公演就看到私信问我怎么了，然后我就想说。其实我开这个电台也是跟大家解释，真的没有什么的，因为这首歌是之前排的嘛，所以没有很正常，因为当时我还没来，所以怎么可能会排到我呢？所以大家请大家不要有太过激的行为，请大家安安心心、快快乐乐、开开心心的看公演、放偶像就好了，好不好？大家不要，我天哪，我的饭头这是咋了？今天情绪怎么这么激动，脾气好暴躁哦！你看我一直在安抚你们的情绪，你们居然就这样子，我天哪，我真的是我解释不清楚了啊，我解释不清楚了，我解释不清楚了啊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我解释不清楚了。我的饭头是咋了？今天脾气怎么这么暴躁？我天哪，我咋办呀？我已经解释清楚了。我的妈耶，哎呦，无奈。哎，你们觉得我今天穿的白 T 白裙子好看吗？好看，我也觉得好看。好了，大家都不许再提这个事情了哟。哎呀，按错了，怎么办？我先。天哪，我太感动了，真的有人给我发私信说这句话，我太感动了，妈呀，我快感动哭了，天哪，看来我真的不能再说我是个垃圾这种话了，因为我哦天哪，我太感动了啊，我真的对不起大家，我以后不会再随便说话了，我随便乱讲话了，真的我太感动了，竟然有人给我发私信跟我说这种话，我太感动了，天哪，我真的是一个就是很那个的人，泪点很低，就很容易感动的人。哎，我们的对视是这样子的吗？啥？你露眼，我们的对视是这样子的。我哪知道啊？啊，对对对对，是，你要转那个微博是吗？一是用 E 代替还是直接 E？ 你说的是哪个？就一心一意，一心向前。我们用的是普通的 E， 还是 E？
忘了，都行。哒哒哒哒哒哒，哒哩哩哩哩哩哩哩，哒哩哒哩哒哩，哒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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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小鹏穿的我昨天那件，哎，你怎么知道小鹏穿我的那件是周杰毅的？就我穿完了之后，然后我就拿到我房间来，然后小鹏今天没有白 T， 然后我小朋友穿了这件，就我们的衣服都是共享的，就随便穿的。嗯，哦，对，杨欣还说周一找我出去玩呢，忘了，我周一还有时间出去玩吗？不会要学舞蹈吧？学那什么外部的舞蹈？那个好难呀，我可不会。那个真的好难，今天都是我跳那种力量型的。明天公演，然后电影，我就从早到晚都在剧场。对，你好忙哇，你好 red 哇，彭佳敏 red， 不像我，天天在这里抠脚。然后18号要什么？嘘，不要讲。共享衣服，对我们都是共享的。然后我们就18号。对。那好呀。什么又给我发私信？我那很 red 啊。没有，我很 low 的。你 red， 你看你天天都这么忙。哎呀，什么呀？这个人好丧啊！你说这些很丧的话，那我也可能。其实我。就是我发现你就想的还挺多的，就是我只是随口的问一句，并没有说太什么。就我发现你们都会通过一件事情，然后就是想很多。其实我只是有些事情，我只是随口那么一说，然后你就可能就会想很多想很多，然后我就要花很多的时间去解释这件事情。就是并没有那个样子嘛。彭佳敏 red。不是我太善良，我很坏的，我是一个 bad girl。怕我受委屈，那就请多多支持我吧，谢谢。嘿耶，你是怕我受委屈，还是怕高倍元受委屈哦？我讲的好直白，是吗？就是，哎呀，好。就不喜欢一些太丧的东西。我是一个很积极向上的人，我不是，谁？雪莉怕我受委屈啊？什么东西？你给我讲清楚！雪莉怕我受委屈，她怕我受什么委屈？快！天哪！雪莉前面关心我了吗？什么？你给我讲清楚！这句话吸引到了我的注意。嗯，我还没洗澡呢，怎么办呀？1点多了，难过。我今天可以不洗澡吗？好，我洗，好，我洗。明天早上起来洗也行，算了，我洗，为了跟你一起睡觉，好吧。打错了啊，好吧，那我拜拜，开心了。痛痛我就安心了。你安心什么？坏蛋啊！我很不喜欢一些很丧的东西，就是希望大家不要想多吧，就其实没有那么多事情的，真的。早点睡。什么？看我抢了深度第一，我转退了？不，没有，就是我只是觉得只是前辈人特别好，那我就抢个生柱祝福一下，怎么了？我就是抢个生柱。哦，真的，我是第一个，是吗？而且写的很长，最后生日快乐没有写到，因为字不够了，我只能写到祝你生日，哎，没有了，这样子。今天我一看到那个要放出来，我心里特别……你觉得好丢人呢？因为你就一句话，你真的你不够甜，你真的不够甜。我跟你说，要是我的推让我给他。写，我能写3页纸。哎，你看我腿这里又青了，天哪！哎，你知道吗？就今天我跳芒果女孩的时候，我脚底下我差点摔倒，因为我
猫女孩谁的扣子掉在地上，我就一直在跳、Mango、哦、对，就是贾玲那个西服外套那扣子掉了，然后很滑 Mango 嗯是什么东西，然后我踢了两脚，他好像不知道怎么勾住了，就一直在我 MCR 的时候妈就先被捡起来说是一个扣子。 MCR 吗？那为什么我跳前所未有的时候就在我又踩到了，就那个扣子啊，我踩到两次，是不是谁的扣子，然后随手就扔到后面了，就我跳那个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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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然后就一直在我脚底下，然后我踢不走，就很可惜的是我踢不走，我就是我踢了两下，因为我又不可能很明显的踢，我就在那做动作，然后就很难受，就哎呦，还崴脚，难受死了。今天那个前所未有，就一直踩到那个扣子，然后超级滑。对，被秒了，掉了好几开，就是不能踢开，因为你又不可能转过身去直接踢走，你只能一边跳舞然后一边踢这样的。然后今天就直到我离开那个位置之前，我都没有把那个给踢走。20000字吗？20000字有点难，就是崴脚是很正常的事情，真的很正常。你们没有看到我的膝盖常年是淤青吗？你知道吗？因为我这种人就是哎，就是太努力了，真的，就是淤青，就很容易跪下去就有淤青。看这，然后这里也有，就有两个，然后只有一个，就很容易长。你看这里有，这还轻的，你看有没有？这竟然被踢了，我跟你说。这里也是轻的，就经常受伤。你去吧，你晾这不行吗？你就晾那里呗。可是我在下面洗呗。你真麻烦，你干嘛不在这里洗？你看这都是轻的，好吧，他们看不到。这怎么湿了？你在这哭了吗？对。一片，这是怎么了？你看这里也是啊，太可怜了。啊，我眼睛好疼。舞台下的那一枚被个巨巨捡走，为什么巨巨要把扣子捡走？对呀、啊，不是皮肤太嫩，是我太努力了。我那个扣子也掉了，然后我干脆就不系了，这还很帅呢，噔噔噔，这还很帅呢。你再怎么跪也就那样，你看到你跪的还不够疼。我之前在沈阳巡演的时候，可是就是跪下去的时候，就把膝盖磕破流血。一跪到底就是把膝盖给磕出一个坑，掉了一块肉的那一种。留扣子做纪念，为什么要留扣子做纪念呢？李娜说了以后赚钱养我，她觉得我工作太辛苦了。没有，没钱。没有，我只是一个天天抠脚的人而已。不存在的。啊，这是什么呀？噔噔噔噔噔！我会在那里，旁边是小鹏。对啊，谁那次跪升降台上啊？如果是我的，你就还给我，不要捡走，因为扣子弄完就没有了。哎，你知道吗？我现在跳那个手牵手，第一遍是和莹姐姐牵手，就牵手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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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就特别开心。然后她手超软的，就我刚才比武真的手好粗糙。你穿鞋呀，你别光着脚走啊！我每天光着脚走，然后脚底板就很脏。你不去收衣服吗？回来，你不回来最好，你不回来我就锁门了。你要想揍我，你试图每天试图揍我。对，每天揍你那一点，开心少。快去吧，快早点回来哦。不回来。不回拉倒，你不会跟我说一声。对，我就是有那个公眼，叫什么？公眼综合症，就是结束之后你就会变得很激动。什么？莹姐姐手真的很软。其实看
我哭的时候很想扔给我一包纸巾，但是不知道允许不允许，肯定不允许啊！如果你扔纸巾上来，那可能就会那什么。哎，朋友圈讲故事了，我看看人家的故事哈。看完了，不想看，哼。对，3点看球，我不是很懂。心疼，心疼我吗？没关系，我已经习惯了。之前是一个很软弱的人，但是其实在这里慢慢的就会变得比较，就是坚强，因为其实虽然来这里时间不长，但是也经历了很多事情，也明白了许多事情吧。当当当当当当当！我表现并不坚强，我哪里表现的不坚强？我今天安慰你们半天，我上次也是安慰你们半天，我哪里不坚强？我只不过是看别人哭，我也想哭。就生日公演，基本上我是必哭的，因为我看到别人哭，我也很想哭，然后我就会比较那个什么。我觉得我已经很坚强了，还要我怎么坚强？唉，那可能我只有从4楼跳下去了。哎，晚上好啊！你现在那边是早上吗？好久不见呀！你最近学习怎么样啊？哎呀，你看，我们已经很久很久，因为时差的原因吧，你都好久没有来听我的电台了。好久不见呀，我们又见面了。对呀，这么晚在电台上面回来的晚，今天11点才结束，回来就要12点了，然后1点开了电台。期末考试，你今天期末考试吗？祝你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祝你考得好一点，然后回来，然后放假回来玩，好好玩哈。恭喜你拿 A。这是什么？噔噔噔噔噔，还有2周就要回家了，好棒！2周你可以回到我们亲爱的祖国，然后回来吃好吃的。你这个又是他，你在哪里？又躺4楼，窗户打不开，中庭道可以？没有啊，我就住在4楼啊，我直接打开窗，我就跳下去，我就跳到火车道上面，然后就死掉了。我没有很暖嘛，是人家很久没有来了，就感觉是老友重逢。今天就能见面，好紧张。论饭头已经多久没来看公演？什么诈尸了？他诈尸了吗？人家是期末考试。对。
对啊，我就在中心的四楼。八月底去北京，哇，好棒啊！你要来北京啦，可以见到你了，就是大型网友面基现场。大型网友面基现场，哇，我可以和你们面基了，开心。今天看完你宝公演就去看电影，看完送了我们的车，那我们的车好晚呢，我们的车11点多呢，你怎么看那么晚的电影啊？是一个人吗？我猜不是。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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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什么？争取八月底去见我们。你不是今天来吗？怎么还八月底？二刷《侏罗纪》是这样子，花式秀恩爱引起不适。谁秀恩爱了？又陪女朋友？啊！吃饭看电影，好羡慕啊！哪发出来的声音？反正不是我。你说他们，哦，你是说跟他们面基是吗？大型网友面基现场。我跟你说，今天有人跟我借钱呢，就我一个同学，然后他跟我借钱，然后我就直接回复他说，那个突然借钱，然后就给他转了，转了之后他说，他说我太义气了，就很够兄弟，然后说一定要当面还我，然后再给我一个大大的拥抱，然后我说。当面还就不用了，当面还的话可能得年底了，你要拖到年底再还我这几百块钱吗？然后他就没有讲话。我猜他想当面还我的原因是因为我年底才回去，并不是因为想给我一个大大的拥抱。就好，这个人太套路了。衣架，我的衣架都是从杨鑫那拿的，我没有衣架。哦，我拿了杨鑫快10个啊！你从那里找吧，我那里应该有。你把我那个 T 恤给我拿下来，我明天你就用那个吧，你给我拿下来放那就行，也不用叠，反正我衣服都是皱皱的。都行啊，你用哪里都行。都行，用哪个都行，反正都是我的。什么心疼我？他就是想当面还要交句不需要，他就想多拖几日。对，我觉得他就是他想多拖几天不还我钱，不也无所谓了。我也，哎，就经常吃饭的那个在一起鬼混的狐朋狗友也不着急，就开玩笑，他特别逗。你要去上班，晚回来补档，不要删。好的，我不会删的，你去上班吧。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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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要睡着了，一会儿我就不洗澡，就偷偷上床。不要睡觉。你个没出息的，看你今天哭的。怎么了？没出息。没出息。我也没哭多久。你也没哭多久是、啊。回来都没有，对，回来都没有理我，就都没有跟我说话，就那个样子。对，不丢人。不丢人，一点也不丢。那好呀。有本事我明天继续哭。那你可真强啊你！明天可能是我哭吧。明天真的可能是我哭，就嚎啕大哭。对，我虽然很穷，但是很义气。我虽然穷，但是我义气。我有钱就借呗，反正我是一个特别好借钱的人，就基本上谁找我借钱，我都会借。然后多少？
买房子嘛，你得看我有多少钱嘛，对不对？对，我的衣架一定很多，像你宝攒了一堆衣服才洗，衣架不多量不下。对，我拿了杨鑫十个衣架过来，就他有很多衣架，我拿了他十个衣架过来，因为他说我随便拿，然后我就把他那些全部都拿过来了，然后就十个。什么？我你啊？我有多少你借多少？那，哎，你给我留一点，我买一些肥宅快乐水好不好？我跟你说，今天哦，今天我在后台喝奶茶，然后被姐姐看到，然后姐姐就跟我说，这么晚了你还喝，你看看你现在胖成什么样了，你看看你现在胖成什么样了。我说我只是喝一点奶茶而已。然后她说那你还吃盐酥鸡？我说因为这样会让我快乐，我这是苦中作乐吧，因为我不想连这点东西都没有，那我可能就会失去对生活的乐趣。姐姐说，哎，姐最近说谁都可以吃，就你不行，因为我现在太胖了，哎，就很难过。她总是说我太胖了，我确实太胖了，我现在上街真的胖了好多呀，哎呀。这个真的好感动，这个视频我真的超级感动的。我找找青青，我们阿青呢？哦，看到我们阿青了，天哪，真可爱。阿青去鬼街了。阿青去鬼街了。姐姐说的有道理是吗？啊，我有多少他借给我多少。什么？我有多少他借给我多少。真会告诉我胖了多少，嘻嘻嘻，是吗？喝的不是减肥药，我喝的是珍珠奶茶，而且我还喝了一瓶杨枝甘露，还有两大盐酥鸡，我都没有敢跟姐姐说，因为我当着她的面都没有吃完饭。耳机，哎呀，你自己下来拿不行吗？你知道我比你还懒的。啊，好累呀、啊！我还丢错了，丢了那。你去拿，我真的懒得动，你知道吗？我现在腰超疼，我的腰病又复发了，人间不值得，我的腰病又复发了。然后你看我腿腿又青了，好疼。悠唐，人家说跳不了，跳的话只能在我们中心跳，正好我们住的也是四楼，人家说没窗户，窗户打不开。他们老吵着要跳，我跳不下，原来是因为跳不下去，就只能在我们中心跳，然后旁边就是火车道，然后你可以去卧轨这样的。这个点不能说吃的是吗？你饿瘦了，为什么是饿瘦呢？那边不是应该有很多好吃的吗？泰国、新加坡、印度尼西亚咖喱肉骨茶什么笑哈哈。打扰了，一碗重庆小面加个缩小100多人民币。哦，那算了吧，还是不要吃了，还是省点钱吧。钱这种东西真的挺难挣的，花钱倒是很容易。我这个月已经借给别人好多钱了。我已经会穷死了，我真的好够义气啊！我真的是个好，非常非常称职的兄弟了，是个好的兄弟。对呀，这么晚还在电台呀，因为我今天有一些事情要跟大家说，不然就会造成误会的。可惜小妹妹你来晚喽。你看，啊啥？你说我傻傻还是有道理吧？嗯，对，有道理，最有道理了。说了误会更大，没有啊，我觉得我解释的挺清楚的，还有什么误会吗？你完蛋了，错过了，这周末还有期末四六级，哇，抓紧考四六级，真的，好好，加油。祝你考试通过。
然后来油塘玩，误会更大。不会的，如果说误会的话，那就重新去听一遍今天的电台。今天的电台我不会删的，因为这里面有我解释的东西，因为我怕有些东西越描也越黑，所以这个作为证据要保留下来。今天考完了，觉感觉自己凉凉，才有时间来看我啊。我可能也要凉凉，没关系，我们一起凉。哎，这是什么？我今天真的不想睡觉，我真的睡不着。我看会海绵宝宝吧，你们就是，我觉得海绵宝宝第九季不好看，还是之前的比较好看，它的配音呐、还有一些都怪怪的。海绵宝宝最新的那季不好看，还是之前的比较好看呢？你送的礼物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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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你们怎么都不发弹幕啊？不发弹幕的话，我要聊些什么呢？我都不知道该聊些什么。唉，可是我又不想睡觉。大家是都困了吗？困了的话，我就关掉了。关掉了，就看电视剧了。对，第九季的海绵宝宝不是很好看，之前的比较好看。在听我说话。没呀，是吗？那你们就多跟我说话呀。还行是吗？等着看球啊。那我问问，今天科比进球了吗？我们中国队赢了吗？老年人在撑起精神在听，那请老年人不要不开心好不好？我知道你已经很尽力很努力了，非常谢谢你。真的，你不要不开心，没有关系的，什么都没有关系的，我都可以的，真的。希望你不要太在意这些东西，你开心就好了，放偶像就是开心嘛，对不对？你在笑什么？哈哈哈哈哈哈！我比较喜欢海绵宝宝和派大星，不是我说什么呢？我比较喜欢派大星，我觉得派大星很可爱。我超级喜欢派大星，海绵宝宝有章鱼哥和山地这些好朋友，但是派大星只有海绵宝宝就一个好朋友。没有啊，我永远支持中国队。今天姚明进球了吗？水母什么什么？中国各大俱乐部外援不都上了吗？上什么？冲出亚洲！哇，好厉害！早点睡，几点关键台都没睡，但关键时间早点睡。睡不着，就是公眼结束综合症，就很清新，就很清醒。我说的是两个篮球队员啊，这不是逗你们开心吗？因为我担心你们不开心，担心你们会因为我的事情难过。我说，哎呀，你根本就不懂我的这个梗，你根本就不懂我的这个梗，哈。我没有代沟了，完蛋了。我没有难过好吗？不是我难过，是我的粉丝很难过。然后我来开个店能安慰我的粉丝们。我从来没有，我没有难过，真的。你是对，你没有了解我的梗，我说的就是。玩笑嘛，是逗你们开心的，你没有理解我的梗。1:40了，晚安吧，我也要去洗澡睡觉了，关掉电台了。你看这里有人懂我的梗，说很好笑。
晚安吧，好不好？好，拜拜。你看这里就有位年轻人用这个巴巴来说拜拜，晚安哦，拜拜。嗯，我准备看会儿海绵宝宝，把灯关掉，因为彭佳敏要睡觉了。晚安，晚安，晚安。今天我是非常想你们的一天。好的，今天见喽。好，拜拜。